红星机械创立于1993年，主要从事横卧式高速包装机及立式充填包装机之相关设备的设计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及服务。近几年来，我们更致力于整厂自动化包装设备之专业设计、研发以及制造。除了不断钻研具经济价值的高科技包装机器，并且提供高速度及高效率之包装机器，以符合市场多样化之产品及包装需求，进而将产品行销至全世界。为了提供客户一致化以及更高品质之产品，在2001年导入 ISO 品质管理系统，取得德国莱茵公司 TUV ISO 9001:2000品质认证，并在2002年4月通过德国莱茵公司 CE 安规认证。追求卓越的品质与符合客户需求的目标，一直是本公司严格执行的品质承诺。安全性、低损耗，更加深了客户使用本公司产品的信心。在顺应市场需求之扩增及提升对客户供货之时效性，于2005年8月1日迁移至占地2300平方公尺的全新厂房内，扩增人力与生产线，也大大提高了机器品质及维持高效率之售后服务。红星所致力生产之横式、卧式、高速包装机及立式充填包装机等各机种，目前的月产量已达到10台以上，市场行销遍及国内、欧美、东南亚、中东及纽澳等地区。今日正处多变的时代，唯有不断积极研发创新，以追求卓越的品质来服务全球客户，才能达到企业永续经营的目标。红星公司长久以来所秉持的经营理念为服务、品质、研发、创新、劳资和谐，与供应商双赢，共创未来，以诚信为经营之基本精神，利人利己。公司经营目标，加强研发创新能力及品质控管，以提升竞争力，强化不断改善之品质管理系统，进而达到永续经营目标。